夜啊，全家人要团聚在一起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等这个新的一年到来。吃完年夜饭就可以守岁了。哦，守岁不是睡觉，守岁的时候是不能睡的。守岁不能睡。火锅来了，火锅来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啊，妈小心啊，快碰啊。哎呦，哎。